我们现在来讨论可微分跟连续性之间的关系。那么首先要讨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，我们先来复习一下连续性跟可微分中间的原来的定义或定理，那各位同学就会比较容易了解。现在我们考虑的是，来，我们考虑有一个 F 在 X 等于 A 的这一点，我们就考虑在 A 的这一点的话呢，它是连续的。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来表达呢？表达函数是连续的，我们的口诀就是极限值等于函数值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说我们确定在 X 等于 A 连续，所以我们的极限 limit X 趋近 Af of x 是等于 fa， 这件事情的话呢可以保证连续。那么什么叫做可微分呢？可微分的话呢就是微分存在的意思，就是说如果说在 f 在 x 等于 a 那一点是可以微分的，就是导数存在，也就是 f prime a 存在 exist。如果说同学还是不容易了解的话呢，我们就回到了原来的极限的定义了啊，导数函数的定义。定义是说的，什么叫做极限存在呢 ？limit x 趋近 a， 我们的话呢，导函数的话呢，这样写起来会比较简单。在 a 的这一点，它的极限时是怎么写的呢？是 f x 减掉 f a。x 减 a， 这就是在 a 的这一点的导函数。我们说它要存在，那怎么看存在呢？左极限这个地方 a 负就是左极限，我们又称为左导数。如果说这个地方是右极限 a 的 a plus， 那就是右导数。左导数跟右导数如果能相等，就代表的是在那一点是平滑的，在那一点的话呢是可以微分的。那么现在我们来说明的是可微分跟连续性之间的一些因果关系。我们说可微分这个地方它可以导出连续性，而连续性的话呢是不是一定可微分呢？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我们的话呢说不是。那么现在的话呢，这个问题就这么说，可微分跟连续性的话呢有一个题目是，你们都如果说要了解这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，你要不就是证明，要不就找出反例。那么我们第一个，我们来证明可微分就是能够导出连续性。首先我们就这么说，一个函数 f of x， 我们把它写成一个很技巧的写法，我们把它拆成我们写成这样，那各位同学看一下，这个两个如果抵消掉了以后，这边抵消掉，确实的话呢 ，f of x 可以把它写成这个样子。那么写成这样的形式，如何能表达呢？来，我们先让这一个函数的话呢，这一个算式等号两边同时让它趋近 a，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。这边的话呢趋近 a， 这是一个数字，所以要趋近 a 我们不需要写，我们就直接就照抄。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，这两个的话呢，这个地方我们确定是可微分了，所以我们这边极限的时候可以把它拆开来。相乘的两个，这个极限我们可以把它拉开，如果它确认的是极限存在的话，是可以拉开来的。好，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是极限是存在的，
这叫做什么呢？这叫做 F prime A。 而这个呢，当 X 趋近的 A 的时候，它是零，也就是说，各位同学看，这个地方相乘的是零，所以极限值等于函数值。于是我们就证明了可微分当然就会导出连续性。那么至于说连续性会不会可以导出可微分呢？那么我们举一个反例让各位同学看。这个反例的话呢，这很重要很有名的反例。那么我们的话呢，画给各位同学看。连续性的话呢，它不可以导出可微分的反例，我们举这个例子。绝对值 X， 它的图形我们画出来，同学会容易了解。这是 X 轴，它的图形是这样的，在 X 是大于0的时候，它是一个45度角的线，在 X 等于小于0的时候，在这个方向，这是 Y 等于绝对值 X。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样的图形。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在 X 等于0的这一点， X 等于0的这一点的话呢，可不可以微分？来，我们先看的是诱导数好了。诱导数在0的这一点是怎么写呢？是这样的写，这边是 X 趋近0正，这边是 X 减0，这边是 F of X 减掉 F0， 那这边就不用写了。那我们的话呢，就我还是写下去看看。好，这个地方等于多少？各位同学看，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后面是0，从右边靠近，各位同学，右极限0的右边永远是正的，这边绝对值跟没有绝对值当然抵消掉了，因为它两个是一模一样的。再来看左极限，这个左导数的部分，看看左极限的状况是这样的。左边靠近的时候，我们发现 X 是小于0，小于0是负的，这边上面正的，下面负的，两边一定会大小是相等，正负是相反。也就是说，这是诱导数跟左导数两个会不一样。各位同学看这边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，表示这一点是没办法微分，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尖点，是不平滑的。于是我们利用了这个例子，我们可以确认连续性是不可以能够导出可微分，可微分是确定就一定是连续的。